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开始拍影片吗？其实我一开始还是一个运动员，但是因为我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之后，才改变了我对于经营自己的这个想法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到阿里山找嘉德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走啊。第一个是先调整心态，你有没有把你的这个专项的运动当做你这辈子想要做的事情？对，如果你只是觉得啊，我是大学毕业，有个教师证，那你自然就会往那个教师证方向。那如果你觉得你啊，我就是要训练到三十岁，我的目标是训练到三十岁，我的目标是训练到三十五岁，那很自然的你就会去想办法说我怎么维持我的训练到三十五岁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也是不断的摸索，但是上网就是也是网络上看到很多国外的运动，他们都有自己经营的品牌，或者是帮他们代言的品牌在做一个行销，所以他们不是只有训练比赛，甚至自己还会平时就会做一些行销的媒体做规划。那我想说，其实全世界人都在做，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做？对，那很多人觉得说，哦，张阿哲可能很创新，很特立独行，他不是啊。你把你的世界如果是地球这么大的话，你就发现说我并不是最特别的。对，那如果你的世界只有台湾这么大的话，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样做好像很奇怪，那其实并没有。对，所以第一个就是选手心态的转变了。如果你只是想要练到大学毕业，那我觉得 OK 啊，你大学毕业就是找其他工作。如果你就是很喜欢这项运动，不想要离开它，对，那你其实就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。那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自媒体嘛 ，IG、FB 啊，其实大家都在玩，你年轻人比我们更会玩，对，那只是说你在上面去表达怎么样的网络上的你，对，因为现在心理学里面有现实中的你跟网络上的你两个人格，那你如何让网络上的你让别人去认识，你是怎样运动的，什么选手，你在做什么训练？我个人的想法是，观众是我老板，所以我要缴报告给我老板，所以我会再用 FB 的方式去缴，去诉说我现在在做什么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对，那等于我把这件事情当作我的工作。那另外当然有一些不然是活动代言啊，或者是业配啊，或者是自己在做一些电商的贩售，那都是因为靠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的方式，然后让这些其他的加分，那达到我需要的一个收入，那这些收入呢，我再拿来可能我的生活，我的伙食费、房贷费或者是训练费，然后去 cover 它，也是这很多年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走来的。我们要像反过来想啊，我们自己没有跟别人介绍我们自己是谁的话，其实很难有别人去知道我们，对，就我们反过来想，如果我们是一个老板，企业老板，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你不可能拿钱就出来赞助他，对。但是现在真的很有很多，现在这个环境真的很好，比我们二十年前真的好太多了。就这很多人就是很想要协助运动员，然后跟着运动员一起努力，然后去感受那个兴奋感啊、刺激感啊，还有幸福感的提升。那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去展现、表达自己，把自己的在做的事情，说出来的话，其实是对你的经济来说、收入来说，还有训练上的一个规划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。